角他是一个，他是一个还是自然的一个公主，然后那男主角就是什么，就是反正就是跟文明跟自然有关系的。然后他们后来就是他们在讲男女主角的爱情，但是从头到尾男女主角是亲吻都没有，然后也没有拥抱，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那个爱情就是美到不行，这就像九十年代音乐一样，简单而有力，就是这种。好，欢迎李博范的表演。Thank you.